他们那时候比较厉害，一过来就把它打昏，靠进去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大哥挖的洞笋，大的，这里洞笋很大的。太小哈。嗯。你捞过的哈。嗯。这一边挖的特别烂的，上面。哇，你看这些广东的阿姨挖冬笋很厉害啊，下面都是挖的特别烂。看一下别人挖的太厉害了，你看根都没有了，全部挖出来了。这上面这层就是被他们挖过一次，你看现在盖住了，再长出来。哇，好久没有看过这种大裂缝啊！哎，挖出来看一下，太久没有见过这种裂缝了。这个地方挖那么烂，还有裂苞。都是很大的，哇！哎，都是比较大的。零星。这里你看挖的深不深呢、你看就在这个地方挖了有五六个，这种这些都比较大的。这个打了，他打了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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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，
台湾啊。一拐。你有听完没大家啥的来吃吃什么来摘。对啊，他不问那问题，我那大名那叫黄金牛。你老命恶心的问题哦，来命。你跑过来交钱，反正你还能你多钱？他妈的！啊！今天这里加起来应该有30多斤，现在4:30了，准备回去了。你看这个天气都比较黑了。